放了一个一双星星哦，还放了一张变羊哦，哇！我前期又有末日忍者可以玩了，真开心，真开心呀！ 放一张王牌，对，全部都是为了对面这个秘密圣准备的。你好，Hello，有一张变羊。 是吗？ 应该是英雄能力飞刀手打脸 pass。 他现在没有追你。 有一些道理，我应该用烈焰火炮清，而不是用秘法冲击清，因为秘法冲击只有一费，而且是指定的，这也算合情合理范围内。 啊，靠你啊，传送门！给我个六费的。愚人劫掠者，姆拉嘎啦啦嘎嘎，拉姆嘎，姆嘎嘎啦啦，姆拉嘎嘎嘎嘎嘎嘎，呼。 对，是嘎啦卡尔洛斯嘎嘎啦嘎嘎嘎嘎嘎，至少骗一张真银剑，骗一个真银剑消耗，呵呵，干。 这么，等下他中速胜。我下轮有八颗水晶，我可以3+5+6+7。假设他出爆爆的话。 所以下轮只要他出爆爆的话，是这个给他，然后爆爆干掉，然后秘法飞弹2次。前来报道。
可以赌射到这个两次，或射到这个两次，或者是这两个同时杀掉，不知道可能这个蛮有可能会死的。可是这个大概射到一次，然后不会死，所以这秘法飞弹倒还是没有屁用。他为什么没有解啊？令人很难懂的。我操！挺爱，我挺爱玩的。牌不够，因为我的抽牌，我只抽一张秘法之力，所以牌用比较有效率。因为有两张秘法飞弹。前来报道。叫什么名字？但是不稳定比较有可能让我赢，我猜啦。像是这一轮的 tempo 节奏最大，少哎。总觉得这一副的抽牌能力不够好。为什么他要变那一只？我想变一，然后解掉我的六伤哎。我好奉献。我默认原则还没用。魔人原则，完速门准备完成。六八三点伤害，剩三滴。假设我下轮神抽魔人原则，或是暴暴博士，不对，或是大法师安东尼的话，可能吧。让我想想，三点伤害。第二个王者祝福就爆炸了，他有带一张阿古斯，所以现在我最多剩两滴血，因为他可以用英雄能力。这样让我不禁觉得玩金猴圣搞不好有搞头，可玩金猴圣搞不好就直接玩秘密圣搞不好比较好。
这场败因搞不好是因为传送门传到一个一废手下。哦，那就看谁厉害。第二轮，第三轮。这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吧。看对面是兵法还是幻影法。嗯，这两个棋手也不错。假设出一些很有威胁性的话，我很容易把它解掉。看起来像兵法，我搞不好只是卡手的点。先用这个策，如果是寒冰护体的话，都没事。选择好多、哦。这会被法扭弄。不是哦。可以，所以几乎一定是镜像体了，不然就是寒冰屏障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有点北蓝哎。这样对我来说好像很不好，我需要他投资更多东西。嗯，这有点有趣。基本上这已经是镜像体，他等一下应该会解这一只。然后我有一个让他镜像出末日预言者的能力。所以我期待他投资更多东西到场上，或者是我在神抽另一颗火球。哦，竟然有龙火！啥哟，娜娜龙火甲，竟然不是。所以这是寒冰屏障。它是回音幻影法，它是回音圈圈法。问题是他要怎么把血量拉起来？红龙吗？有可能有红龙。害我防这个镜像体防这么久，装的蛮像的。
要哪一根塔 combo？ 我带来生命。有极高的几率，我的秘法非常截掉这一只，就是配上这个。OK。不过他火球也没有用，所以他也有极高的几率截掉我这一只。没有破到他们的身上。OK， 你说了算。你说了算。你要给我罗宁的话，那我就出罗宁吧，这还能怎么样？他又传到罗宁，罗宁争霸，罗宁战记，知道他也自己传到的吧？他也传到罗宁，我也传到罗宁，哎，这几率有多低？你只要好好想想，这应该看，先看先火球这个嘛，然后可能秘法冲击这个，然后哎，所以我应该不可能看咒术师喽，所以我应该先传，然后出一个喽。就基本上会领一个秘法飞弹。嗯，这秘法飞弹其实蛮不好的，因为它蛮有可能有，蛮有可能有那个叫什么大法师安东尼。想要吗？我有货。研报跟他比赛时间，知道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要点脸。那下一轮还不能破盾，他有可能会拉血量。1/8，直接喊出去。我手上还有一张秘法飞弹。他没有熔火了吧？还是有可能有熔火、啊？我有熔火，他上来你直接可以出。还有带雨墨哎，突然发现。他只有两张秘法飞弹重复，而
而且这还是罗宁给他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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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学分喽，崩溃。他有带耶，所以，哎，哦，输了，输了吧。这一手跳，输了。所以我如果不放还是会输啊，各种怪怪的牌组，像我的牌组也怪怪的。